66公斤总和跟世界66公斤握举的纪录保持人，他创下了一个纪录，就是全民运11连霸传奇，掌声鼓励给我们11连霸。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我们自由车选手黄廷义，粉红小钢炮，他代表我们国家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的自由车选手，而且在自由车女子世界巡回单站的冠军啊。重点是他在2019年创下全国锦标公路计时赛5连霸的佳绩，今天还带来他的战车来到现场了，为黄廷义选手掌声鼓励一下，为他喝彩，粉红小钢炮。接下来游泳男神要来了，身材有够爆炸好的阿廷义，他有匀称的身材，但今天没有看到，而且太冷了。他是我们游泳男神，2017年拿下了全国运3金，而且2019年的全国运完成了100公尺自由式2连霸，尖叫，很腼腆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欢迎到的是我们3级跳跃选手李奎龙，耶！2015、2017的2届全国连霸夺金，而且2020的全国锦标赛，对对对，他跳一下很可爱的3级跳远，打破自己大会纪录，完成3级跳远3连霸，尖叫！听到连霸就是尖叫，好不好？这很难呢。接下来欢迎的是我们滑轮溜冰选手陈彦辰，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西班牙滑轮溜冰世界锦标赛10000公尺地点淘汰赛等国际赛的金牌哦，而且呢。他叫什么呢？滑冰哦，溜冰彭于晏，给于晏尖叫声啦！他是我们国内赛的常胜军。